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988制作。淘淘姐姐，点解你流眼泪啊？我帮你抹眼泪啊。唔该你，平龙一定会冇事，你一定可以健健康康咁长大。俾你一把短剑，咁细把伤唔到人噶。送俾我做乜嘢？咁剑最容易黑啊嘛。我真系可以信你，我信你冇杀佢哋。咁你信唔信我？嗯，唔好太相信，俾相信嘅人出卖，会比死更难受。果然系我个仔，狂妄自大。你唔好以为我会放过容影微，唔系。是无用警备。宇文少爷一直无事，不是因为是他的仔，而是宇文少爷身上有天地人。他可以走到今时今日，是踩着很多很多尸体一步一步地登上去。请客同我找他们出来，见不到人都要见到条尸。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多谢你最了解我，知道我给你这把刀的用意。我不了解你，我情愿我从来都没识过你。宇文剑，你一定会后悔你今天所说过的话。我不是大好人，你看错了。唔通你会想做衰人？冇错。天地人，编剧许方齐，第十三集。梁医生，你快啲睇小薇，佢中咗好多枪啊！小美人，小美人，醒啊！唔好玩啦，斗瞓得长咁无聊，边好玩噶？要玩就要玩边个跑得快。哪个识蛇箭，哪个识骑马？小美人，醒啊！起身啊！起身啊！涛涛姐姐，涛涛姐姐带你去医生，一定有得救的，一定可以的。小美，小爷，我们真的带他去看医生。他咁细个，生命力一定好强啊，仲嚟得切噶。放低佢。唔系咧，我叫你放低佢啊！唔放啊！我想我咁睇下佢，放低佢。对唔住啊，见过佢，唔系。应承你亲生妈妈，要好好照顾你的甜蜜剑叔叔。剑叔叔冇用，送你去平龙受苦。咁难得你翻嚟，一样冇好日子过。叔叔记得第一次见翻你嘅时候，
住我的手，你手仔好细，但系好温，点做到成个人都融化晒。你就好似你亲生爸妈。哎呀，对不住到你，我没遵守到对你的承诺，对不住小美，对不住，对不住。梁医生，小美，小美佢点啊？佢走咗啦。最衰都系我，佢哋太讨人啦。我净系帮小美挡咗一枪，我就起唔到身。跟住我就眼白白睇住佢哋勒死小美，仲要对佢连开三枪。小美仲咁细，余文顺真系残忍。佢心狠手辣，都唔系一日两日嘅事，系我高估自己，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佢。改变？佢呢一种人企得咁高，当所有人都系佢嘅踏脚石，只要佢觉得唔顺眼，就会赶尽杀绝。赤良。对不住，你好好休息下，想唔想饮水？我斟俾你。佢从来都冇同我讲过对唔住，我爸妈死嘅时候冇，我被余文顺放逐嘅时候都冇，今日佢竟然同我讲对唔住。医生，我想食啲嘢。好，我煲啲粥俾你食，等我一阵，好快。赤良，咁好啊！你送我最后一程。四伯伯冇自杀，唔关主席事噶。咁放逐我，要我永远唔可以翻嚟浮华街，就关边我嘅事啊？是因为你要刺杀主席，如果不是我求情，那多谢晒啦，多谢你救我一命。如果当初你肯帮我，我爸妈就唔会死。你要我讲几多次啊？你信余文顺是合情合理，但是有一日，你会知道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
九八八制作，天地人。微微清风，满天都是星星。咁平静嘅夜晚，好似所有事都冇发生过咁。咁即系表示所有嘢都会过去噶，傻仔。妈，我记得你细细个就中意一个人坐喺度发吽度，可以成日都唔出声。我几惊你会变哑。你唔系成日叫我做自己，我最中意咁样。一个人，冇人嚟烦我，我都唔需要你。我系咪太重你啊？重噶，我想你一直重。可惜你要长大。唔系啊，系因为你要救我，所以你唔知睇我长大。剑，唔好再自责，唔好再觉得身边嘅人。都是因为你而死，唔通唔系咩？你冇用噶，值噶。阿罗因为我被温以红斩咗右手，仲有木婆婆。人总要死噶，唔好将所有责任赖喺自己身上。你系宇文信嘅仔，的确唔同其他人，但系又有边个条命系一模一样噶？只要你在他们在生之前要好好地珍惜他们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珍惜他们，我只是知道自己很无用，无论我怎么做都保护不到他们。你有这样的想法表示你很在乎他们，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仔啊，你是不是圣人？唔好咩都揽晒上身，唔好咩都觉得自己错。我要你做自己，系因为我想你开心啊！妈，我想揽下你。嗯，仲系好似个大细路咁。只有喺你面前，我先可以做细路。妈。妈，妈，多谢你。呢笪墓地拣得几好，希望小美同木婆婆中意。小美，木婆婆。对不住，希望你哋原谅我。小美知道你尽咗力噶，佢好善解人意。就系太善解人意，所以先至会有咁下场。阿公，你做咩啊？停手啊！喂，唔好阻你我。你哋咩人啊？继续铲平佢。我要武雄家嘅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要停手啊！唔好对死者不敬啊！叫我哋停手！你唔好以为你系有个仔，我就中你。我赤娘唔系有世界通行证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佢？点解你唔可以喺度生路佢哋啊？我同你讲过几多次，对敌人仁慈，就系对自己残忍。佢哋即系想做好自己事，想有更多人有水饮，系你睇唔过眼咋？想取代我个天地元，就系我敌人。如果冇我天，边个都入唔到。你个水源发现，就乜嘢都唔系。停手！你威胁我？我讲嘅系事实。估唔到我个仔咁孝顺。由今日开始。我净系会喺天地府，其他所有关于天地园嘅事，我一概不理。你咁算系点啊？我唔想再助纣为虐，
我想做回我自己。小美已经死了，我已经没事好害怕。天地印在我身上是事实，你永远都改变不了，你永远都要靠我。还有你所谓的霸业都只不过是你自以为是的，没我就等于没天地院。你是我的仔，就永远都是我的仔。不要以为你自己有几咁清高，就算我作了什么业，踩住几多尸体，你一样要负债之还。我哋走。好彩冇事，骨灰庵冇打烂。我哋走。就咁走？宇文信嘅反口复事，一定会翻转头。带小美同木婆婆嘅骨灰翻去先，再打算。等咗你好耐啦，康妮小姐。嗯，车娘你都喺度。嗯，我有嘢要同阿哥倾。咁你翻房先啦，吓。哦，阿哥，你记唔记得你应承过我啲咩噶？你话只要我帮你揾到容影美同木婆婆嘅下落咧，佢哋已经死咗，所以我唔会同你一齐。嗯，佢哋死系佢哋嘅事，我揾到佢哋嘅下落呢个系事实啊，系你救唔到佢哋啫嘛，问题又唔喺我度。你真系咁想同我一齐？系，我系唔会同你一齐嘅，就系因为我俾咗一个违背自己嘅承诺，个天唔俾我救佢哋。边关事呢？系佢哋命贱，你点救佢哋都冇用。你有冇讲过话我一定要救到佢哋，你先同我一齐？你话只要我有佢哋嘅消息，你就会同我一齐，我唔准你反口。宇文康美，你用讲几多次？我系唔会同你一齐。点解啊？你系咪中意个妹仔啊？我中意边个都好，就系唔中意你，唔中意温彦彤，唔中意宇文信。我最憎嘅就系宇文家族嘅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姓宇文都不是我想的，但你继承了宇文家族所有的衰嘢，你好过分啊！真的可笑，明明我是宇文家族的继承人，却咁憎宇文家族。由今日开始，我不想再勉强我自己，我不会再见你哋。阿哥啊，我不是真的姓宇文，我和你们的宇文家族根本都没有血缘关系。我叫你走啊。阿哥啊。走啊。宇文剑，你一定会后悔你今天所说过的话。九八八制作，天地人。衰人，衰人，饮咁多酒管呢度啊？系你，我以前。唔中意饮酒噶，因为我觉得啲酒好苦啊。饮醉酒嘅人有失仪态，但系我而家又发觉饮酒几好啊，饮到温温顿顿咁，感觉好正啊。你是宇文家小姐，不要再跟我说宇文家，我都不想做宇文家的人，是我妈要嫁给她而已，我就跟着她咯。其实做宇文家的人有什么不好呢？有钱有势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
冇咩？但系我得唔到佢啊！系咁就嘛？佢一个选得系咩啊？望咩啊望？宇文家族康薇小姐喺度啊！边个够胆得罪啊？而家我哋要包全场，冚烂走！哇！真系冇人够胆同我作对喎！呢啲咪就系姓宇文嘅好处咯。喂，你俾啲酒兜头淋，感觉点啊？我可以点啊？不过唯有由得你淋我咯。望住我，你又想点啊，康薇？你唔敢出声，你块面痛，你想点咪点咯？边个叫你系宇文康？陆婆婆，小美人，你话我带你哋翻平窿好唔好啊？乐，阿乐呢？阿乐送玉师出境。哦，玉师佢顶得住？如果顶得住，就唔会房门都唔出，唔肯拜祭小美人同陆婆婆。七日时间，真系可以发生好多事。你唔好自责。嗯？嗰日我赶你走，系唔想你再逞强。你咁样算唔算关心我？你话咧？我翻嚟啦。我想饮杯热茶，快啲帮我冲。吓？冲茶？叫你冲就冲啦。哦，我想翻平窿。啊，你又想走？唔系，嗰几日系我父母死忌，我想翻去拜祭下佢哋，顺便带埋毛婆婆同小美去，咁样佢哋咪有伴咯。你话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平窿始终比较宁静。木婆婆同小美都系留喺嗰度比较适合。通行证你同阿乐讲，佢会安排。哦。打算几时走啊？两日后。迟多一日，我要交代啲嘢先，就可以陪你去。陪我去？我是不放心你带住毛婆婆和小美的骨灰，我怕你论尽。哦。呢度咪系我同阿妈正住嘅地方，妈，我又见到你啦。阿剑，准备好未啊？我哋要出门去行山啦。行山？就去行山嗰日，我同妈妈俾人攻击，唔好去行山啊！唔好啊！做乜突然间扭计啊？你唔系一直嘈住我行呢座山嘅咩？唔好去，唔好去啊！你哋系咩人？妖
找出天地人秘密的人。哎呀，我华剑，哦，少爷，跟我走。我现在大个了，我可以救妈妈。少爷，听大姐姐讲。大姐姐，你是大姐姐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。大姐姐，我以前是觉得恩桃同大姐姐似。但是为什么在梦境里面他们会生得一模一样的？天地人第十三集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恩桃林淑萍饰演，喻文剑张振龙饰演，喻文康薇张晓彤饰演，戚亮郑其元饰演，喻文信周纪武饰演，蓝夫人黄秀霞饰演。只要 TuneIn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